在什么都不想去想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的。我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上菜，上菜，你们三个为什么不一起好？上菜，上菜，上菜，口齿不清表演法，这是流星花园。大笨蛋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。相信我给你满满的大平台。哦哦，我的少女时代。孔刘鬼怪，大人又亲。大人与陈又亲，我爱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你，陈又亲。我可能不会爱你。可是瑞凡，我回不去了。谢安之，七弟人七，你为什么留在这奇怪的世界？我啊。啊因为我也有感情的缺憾了。拜托，你哪有这边感情的缺憾？嘿，你没礼貌！为什么我不能有感情的缺憾？你们以前那边拍偶像剧，我那边一边烫衣服，一边看你们拍那些谈情说爱的戏，我心里就超羡慕。我也好想演偶像剧，我也好想要谈恋爱。因为我只在乎你。上一次站在这个舞台上大概是两年前吧、嗯、对对对，所以生蚝比较久，他比较睽违，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。我是真的比较久了，大概五年多六年了，但很熟悉，马上就找到感觉，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太强，那就很有安全感，就忘词也没关系，交给他们。什么？不能这样、哦、什么？剧情里面有一些有稍微更动一下，因为有些话以现在这年龄跟以前讲，虽然没有差很多，但因为每个人的身份都不一样，对，所以有些话我们稍微修正一下。所以小鲜肉就这三个字就讲不出。我其实刚出道就是演女二，演到，因为大家对我女二的外形跟样貌跟演过的戏角印象都还蛮深刻的，所以其实这个戏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在演我自己的。真实，对对对对，真实的一些部分，因为里面有很多台词就句句都戳中，你知道每个常常演女二的心，就是女二的失败是没有道理的，然后男二可以扶正为男一，可是女二在偶像剧的世界里面绝对不可能扶正为女一，因为女二是负责被讨人厌跟吐口水的，所以你知道就是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会有非常深刻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但是如果我没记错，你是不是那时候首演演完这个你就当上女一了？是吧？我没记错的话，那时候就有入围啊，跟生蚝一起入围啊。入围什么？我入围太多次了。小龙，你干嘛？我说我告你哦。小姐，我拜托你好了，我是觉得你长得很像我以前一个朋友。闭嘴！你们男人都是一个样，每次都用相同的伎俩说我长得像谁谁谁怎么样，长得像你以前女朋友对不对？对，还刚好跟小柔对不对？下流！最后还不是我要欺骗我们的感情。我能够再有一次机会。Thank you.
出。